啊，开始今天的练琴。首先，第一步还是调音。我打开一个手机的一个调音器。之前和大家分享过这个调音器，还是比较好用。啊，有点看不清是吧？是一个全能调音器，你直接搜全能调音器就可以，是一款免费的软件。五弦，四弦，三弦，二弦，一弦，这个音就调好了。好，这是第一步。好，这个调音呢，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吧。下一个视频呢，会进行一个半音阶的练习。好，再见。